明宗祖修秋吧。修秋，为何总是爱我修秋？我已参事之秀，任奈我放下客中红蜜之分，任也可以不顾，任可以包庇无情纵观，可以纵容引发大战的丹阳秀，却想不下为客中复仇的我。这不是你侮辱无影属下以杀害何从减肥的理由？为什么不能？您包庇了，原谅了，却又不管承担背后的代价，可笑，真是可笑！走到这一步，是我能力不够，不是我输了，也不是您代表正义，正义从来不必谁代表，正义只决定谁能在最后书写历史。当您牺牲私心，不管挽救时，您敢自称正义？叶将军，行动都是内奸的你，似乎用你的卡式颠倒黑白。是，你讲得真对。现在你可以背着十恶不赦、万死唾骂的罪名，在地下看君如何书写你的毒诏。应该死！秦明宗祖，幽阴天会。雄哉魂霄！食人花极少，快阻止！卢兄、江隐、江隐，连环重创，太过黄金确实卡步不停，杀人惊人，不朽星神不灭也死死。英雄哥！分享随即无错，文武主义代表正义，但是
已经无资格。